南无龙宏慧祥护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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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八千万劫难遭遇，五经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请讲大德，大家好。咱继续要来甲各位研究龙宏宝忏，离咱顶回讲到一个四十，五十四页后壁面算倒过来第二段吼，思必行人心性阻退，就是咧指讲。咱家己毋肯布施，啊，佫去阻碍人布施，阻碍人行善。那么，参像即种的呢，将来有因果啊。你后边若要做啥物代志，做啥物头路，一定有人甲你障碍。为什么？你曾经就是安尼障碍别人啊，所以你。现在开始你要做的事情，就有人会把你呢拉拉杂杂，不能让你那么顺利啊。那么说六十不退，逼近如故，假使啦，那个善人，虽然有人把他阻碍，不过他逼接不回，就是说你把他说很多话，有的没的话，他都没差，伊同款嘛是做啊，所以就像我顶回甲恁讲，迄、那个菩萨啊，人去甲因先生讲，人伊嘛是照做，但是伊点点啊做，伊只干呐安怎，无爱到现场来拜，因为伊人若来到现场，人就看到啊，看到人就搁转去甲因先生讲，啊，今日我去搁看到恁太太伫遐做功德主。各位，这个讲的人，伊嘛真虔诚呢，伊嘛咱的信徒呢，嘛伫咧做义工呢。啊，但是呢，可能是人咱讲的啦，学话的人有当时啊，智慧无够，毋知影即句话讲出来，会害着人家庭革命啊。你是要赞叹，还是要学话？你家己嘛无心嘛，啊！不过你着讲，哎呀，人迄啥人啊，安怎啊，啥安怎？啊！你因为你即句话，家庭革命啊！好佳哉，即个太太做智慧，伊对安尼开始，伊做任何布施拢无出名，有做无？无有做啊！伊无退转啊！伊共款啊！所以故意。伊同款做，所以即个迫害的人，伊必无消损嘛，伊嘛无损害着啦，对无？若家属予你一句话，伊怎啊毋敢做？安尼你就损得啊。所以我们讲话，平常时讲话爱小心嘛。必居无减，为当自损，空高是非，以身何益呢？对无？五十四页。后壁面最后壁一撮掀过来，咱人伫咧行善事，都有人要甲咱阻止。对方若是无听你的话照做，啊，而你的因为你的口业，所以伊有做，毋过心内很害怕，很害怕你。怕你又去甲学话，所以这个讲话害人，这个人就可比亲像啥？咱要配谈话，是毋是爱头壳压落来，才会当较配？你呢头壳压起来向天咧配谈话，各位，迄、那个谈话配落来，讲落来，国里上的命令，国里你的命令呐，无你压头壳安个可配？啊！个国伊落来多着你，
所以你刚看看是讲戆人，你迫害人的功德，等于你配贪婪的高家己啦。你知影无？你自己家己损害袂少呢。即你着即种口业袂使乌白做诶呢，你爱谨慎啦。啊，若无哦，你是了高做是非啦。啊，你高做是非，你是加烦恼诶啦。对家己诶，啊，只不过来讲嘛，无啥物利用。人以后若看着你即个人吼，即是非人伫遐来啊，咱紧闪伊，咱袂甲你做好朋友啦。而且你做了这个口业，因此呢，以后你有足侪障碍，很多。譬如讲，你看到人出钱，咧发挥做功德主，赞助这个发挥。啊，做功德主实在各位，人迄功德主嘛足欠的啊。啊，毋过一期的发挥安尼做起爱开销啊，啊开销的钱当然爱有人发心来甲咱斗帮忙啊。啊，就有的人就会念啥？哎，你看看，伊爱面子，你看，啊，钱伤济啦，啊，逐遍拢去咧做功德主啦，啊，就共讲一寡遐侮辱的话。所以各位，你做袂到吗？你敢比伊较善吗？无哦，你比伊较好，也是安怎人有才调来做功德主，你无才调，搁再共。讲一寡遐安尼酸酸的话，因为你的人健谈，因为你的人爱面子，你无爱人比你搁较好，所以呢，你对边啊就共酸。但是呢，真侪即种人哦，即种人足侪哦，哦，所以一世人家己健谈啦，啊，看财如命啦，啊也。毋爱看到人伫咧做功德啦，啊，即种人则真正实在是可怜人嘞。你是安怎？因为健谈成带动啊，对无始劫以来一直健谈成，一直健谈嘛。所以伊若看到人咧布施吼，迄偏见就救起来，毋是伊个钱哦，伊嘛安尼心肝丢三下哦，啊哎呦，揢遐济哦，无彩钱，各位。你这就是你五鬼都堵起来啊，所以有够奸呐，有够贪呐，啊，所以唔通啦，讲到布施吼，啊，迄个心吼，得拍个球，要舒畅。这钱本来就是有来有去呀，钱袂使甲关死个啊，有来有去，有去就有来，所以爱学习。爱心量放大，下面咱看55页头前面一撮，六零以善无有该者，可谓合道有力大人咯。假使啦，对于人伫咧做善事，你无共阻碍，又搁会晓共赞叹，也来解学了这个人会晓做善事。佮无去障碍人，即种人可以讲是道德真好，伊佮道相应，就是讲学佛学了学有去看有开，伊袂讲呢讲讲一寡呢阻碍人修福修慧，伊实在是佛教中最有力的大人。有力的哦，一大菩萨哦，伊拢会替咱，然后像咱若咧发挥，啊，无来的人，伊就替咱去甲伊通知，去甲伊讲，啊，去甲伊报名，替伊报名，替伊收钱，起来叫，这就是咱经常讲啊，有力的大菩萨啊，大护法啊，大居士啊，这种人。伊家己嘛做，伊阁去报人做，着阁去安尼一路迢迢去人兜共写、共登记，阁共摕钱来缴。啊，有来无来袂要紧，伊若发挥煞，伊着阁摕一寡去奉食平安。即种菩萨，即叫做君子之风啊！即种人着附下于佛教道中的大菩萨。讲六根阻碍伊未来世，因何能得呢？这是反倒转来，
问互你听啦，释师讲啦，有即世人啦，有人伫咧修复，你去共阻碍，啊，就等于讲你即世人已经有做着即种阻碍人行善的口业，请问将来？将来就未来世啊，后世人有啥物可报？嗯，我讲安尼尔有啥？我讲安尼尔也无咧严重，我是讲安尼讲尔。各位，你安尼讲尔，这个人若是无智慧，这个人若是听你的话，怎啊无做？安尼你做重啊？这个人若是呢，你讲做你讲，我要做就是我要做，我甲你啥关系？安尼你不要紧哦。但是，就譬如亲像啥，亲像你配贪婪配你家己的面面尔，真歹看，安尼尔。啊，各位，下面就要甲你讲，安怎看第三章？通达佛道，就利于行，损害实中，糟蹋善根，罪尽不轻啊！各位。答案马上出来啦！那约佛的道理来讲，这种阻碍人做善事，人要布施叫人买，你安尼做就可比亲像啥？你违背涅槃城，你背道而驰啦！你呢？违背这个呢不生不灭的佛法，你走向着阿鼻地狱。要安怎讲？你就是得到佛道呢？无可能。所以，将来别人修这个殊胜的善，什么叫做殊胜的善？就是呢，布施、见施、护法、安静、护持、施医的这个发挥，叫做圣善。你既然阻碍人的圣贤，就是断人的慧命啊！啊，你断人的慧命，就会丧失人的法身呐、啊。那要论你的罪，你讲要安怎才有好处？当然罪不轻呐、啊，这个罪重的啦，这个罪内底搁有犯着五业罪、十恶业，何以鉴定？底下我们都会讲啊，所以各位古德讲啊，风雨如城，修口是如盘呐，应当先思维啊，好好家己较想一下啊。啊，你若安尼，盈盈的嘴，你无你嘛，唔免着讲这个盈啊话，对不？咱的讲话爱知影迄个利害角色里底，美角里底。不是我高兴，我看不下，我喜欢你吃饱收银，淡仔吐嘴气好个啦，你唔免着讲遐济闲啊话啦。啊，唔过呢，很久袂论个少，对哇？看到无讲呢，嚷嚷，所以皮咧上就是安尼，无业找业。啊，是安怎伊较会安尼？因为伊本身着业障重。业障重的人，嘴若开，就是爱讲歹话。所以，这种人我拢常笑伊讲啊，细汉就是食蚊头白果啦。啥物叫做蚊头白果？人啊，死人咧做七做顺，拢爱迄个爱拜一个红菇粿吼，啊，着爱做，袂使做红色，爱做白，啊，着爱做七层安尼。啊，这个红蚊头白果袂使给囡仔食。囡仔若食落去，后边拢无讲好话，开嘴就讲歹话啦。啊，无必要送食。大人食会讲好话袂？嘛袂讲好话啊。为什么？因为蚊头白果就是咧塞鬼仔嘴的啦，咧互鬼仔食的啦。所以没有红色啊，白色的啊。啊，咱即卖的人无共啊。咱即卖人做孙做妻，拢无咧做蚊头白果啦。啊，即卖人可怜啦，在生食便当，死了食便当啦。啊，若来咧甲你做了便当白食，啊，就甲你拆下，安尼尔啦。啊，要食毋食，随在你啦，对无？啊，都咧甲你讲，恁拼啥？恁是咧拼啥物？啊，你生一堆啦，
生一堆囝啦，啊，拢会熬甲安尼，大家拢出国啦，去外国享受啦。啊，你钱遮济啊，啊，拢互因去享受啊，无半个要转来甲你做孝男诶。啊，你着爱去安怎？去请人哭诶。所以吼、哦，人生讲起来，你若爱会晓饿，若未晓饿，你真的可悲啊！你真正可怜咯、啊。所以爱善思念志，下面。要来引证口业，口业无分在家出家啦，在家人做的口业嘛足多啦，啊出家人就是在家人来出家啦，啊你在家若爱讲话，在家若歹性地，出家了后同款啦，迄支嘴嘛是乌白骂呀，啊结果会如何？咱看五十五页头前面算倒过来第四章。如何口经说有一五鬼行踪受妄见者毛毛事目不畏其身出名言犹如虎子口出雌雄无有恭敬龙血自衰以自严身臭气顽疾不可亲近，血口吐炎，积积火气，其声何极可哭？东西地坐，时时满足罗汉，问五鬼曰：你属何罪？今受此苦呢？五鬼答言：我往昔时精作沙门，乱著诸生见贪不舍，不合为宜，出言错恶，欲见世界精进之人，得受骂辱，偏眼恶事，自私好强，为众不恕，造诣无量，不善之本，以金对益。会无所报啊！另一理得自财自积积蓄，终劫至劫，甘心受苦，不以一言诽谤他神。尊者还阎浮提，以我行踪，盖诸比丘及佛弟子，先好口告，勿妄出言，悉见持戒不持戒者。悔酸念酸积德，我受归心，经所千劫，终日敬业，必受初毒，六处报尽，受入地狱，时时五鬼说出异义，其声何哭？自投异地，如大三平，刺激吧！这个经过，这个故事非常刺激。这段文证明口业的因果可怕。户口经是咱藏经内底有一部经，专门咧警告人爱积累，保护你的口业，迄支嘴唔通有白讲。你若是呢，要做这个口业，将来有果报，所以才甲你讲，讲有一天有一个鬼，这个鬼是五鬼，伊的形状呢又瘦又矮，就是生作真歹，阁真歹。凡是看到这个鬼的人，拢人人恐怖，毛孔直竖哦。看到一起鸡要皮哦，吼，看偌歹看，所以呢，目就是不可畏惧、可怕，因为迄个鬼是安怎防则惊？各位，你鬼道内底，毋是干那无通好食尔，规身躯阁会冒出火烟呐，迄个身躯会出火、火焰。啊，这个身躯呢，会出这个火焰大火，该烧。所以你若安尼远远看，迄个鬼呢，迄个身躯敢若一粒火球，
伊个口中，你行近甲看，伊个七孔哦，鼻目嘴，伊个嘴拢有迄个齿甲糖，伫遐出出入入，软来软去，软来软去，啊，有花，佮有人，啊，所以呢，迄个规身躯真垃圾，拢是迄个人，吼、哦，所以讲，迄衰。闹现衰闹之相，方看起来哇，这规身躯臭臭，搁再尊人，敢那摄落屎盒仔底鼓起来，安尼呢？安尼你想？可是各位，你讲真太高，真歹看，不过迄个鬼，伊意志庄严。鬼的业报就是安尼，哎，规身躯啊，安尼尊尊屎尊尿尊血尊人。欸，成为他的外衣呢，伊的外衫呢，对不？又歹又歹又歹，迄种迄款诶千变万化的形状呢，伊规身躯的臭气，远近呐人拢闻会到，无甲一个人敢靠近伊的身躯边。但是伫迄个时阵呢？这个鬼呢，佫较恐怖。伊除了嘴会吐血，规身躯360几节的骨头，逐节拢出血在烧，所以伊种痛苦哀求的声音呢，像咱讲掠狂起来安尼，拄啊安尼东走西走，安尼直直撞，直直撞。可是无人通甲救啊！什么人有敢我去甲救？无法度。但是伫这个千钧一发之时，拄拄有撞到一个罗汉。这位罗汉拄啊好去五鬼道。这位罗汉叫做满足罗汉。啊，伊用伊的神通力，透过伊的神通力，解问这个鬼。讲啊！你过去世是做啥物做的？为何你即马伫遮受即种的苦？迄、那个五鬼就甲伊讲：讲我过去曾经呢有出家做一个沙门，沙门就是 BQ， 就是南将出家。啊！你是安怎佛祖无保庇呢？啊！你卡会安尼死去才来做五鬼？因为我犯着心三口四意三十恶业，各位啊，身躯有三种罪：杀生、偷盗、邪淫；口中有四种罪：恶口、两舌、妄言其语；心中有贪、嗔、痴，合起来都十种罪，叫做十。恶业的罪状。那么，既然是贪恋，就滋生的生活，物质、钱财、日用品，逐项拢兼贪啦。做一个出家人修行，才贪到，逐项看到都拢要顶，啊，就安尼呢，唔肯分予人，唔去写。你讲叫伊本人呢？伊无爱，因为伊个意中内底有贪嘛，有兼贪嘛，所以呢，伊若看到、看到的，就伊个，佫唔止干那安尼呢，还有不该拿而拿的，所以做出家人，就爱耳孔压较内咧，目睭剔乌金，看这个因果经内底咧讲的，我们更知道爱小心。因为时间的关系，对于这个五鬼伊要讲的道理，我们下一集再继续来报告。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忏摩会上护菩萨。